相信很多漫威迷们都对复仇者联盟里神盾局研发的飞行航母天空母舰印象深刻，想想看能把航母这样的庞然大物升至半空还能随停随飞，还真是了不起的黑科技。那么问题来了，抛开电影里的科幻场景来谈，这样的航母在现实中能造得出来吗？但很遗憾的是不能，复仇者联盟里的航母即使再小也要有几万吨的重量，目前条件下如何让这么重的大家伙飞上天都是个问题。首先动力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总不能像现在的飞机一样一直空中加油吧，想让这么大的家伙上天要用多大旋翼才能带起来，如何保证大旋翼下的操作稳定性，这些问题人们现在依然无法有限解决。如果没有反重力的技术，或者让航母自己产生新的升力，凭借现有手段估计是没法把这么大的家伙弄上天去。当然还有材料的问题，航母特种用钢需要保持一定的厚度，如何在保持硬度的前提下减轻重量也是需要解决的难题啊。再说了，航母能发挥作用凭借的不仅仅是航母上的战机，更有各种型号的潜艇护航组成航母编队才有强悍的战斗力，飞艇飞上天又不能组成航母编队，要不就是个活靶子让人打吗？实际作战效能会大打折扣，实战的意义并不大，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启示。有网友脑洞大开，认为不用建造飞艇，改造现有的隐形无人机，能承载几百架无人机就行，作战时打开机舱后门，无人机直接飞出也是不错的思路啊。